对于中央加花东铁路既定的全线双轨化及进行中的南回铁路电气化，定义为给台东县的前瞻计划预算，县议员林东满十分不认同，他说那是中央长期以来对台东的亏欠。林议员表示，前瞻计划在台东是一条轨都没有，也没纳入副议长长期争取的花东快速道路。他请县长保守估计前瞻能给台东多少预算，县长答询会继续争取。林议员说，政府进场平抑猪价、禁用巴拉意时，所下的行政命令往往不顾农民生计，牺牲农民。啊，你要看哦，那边意思这个介绍吼，都是对这目的个后的，就这样，作些手段。你看伊伫个报纸吼，好嘛炫耀呢，你看麦，伊讲吼，毛猪涨价，政府是出手尔吼。一斤就随降五块，我啊各位报告吼，养猪户啦吼，一斤降五块，一只猪啊一百公斤，但降五百块啦。那饲一千只的人，一天减五十万啦。啊，哦，伊，这是伊的公权力嘛，伊就喊冷冻厂，你卖去标猪啊，安尼啊，好，你安尼就简单啊。就把某地的介绍压下来了，但是市场的介绍有压下来无？不见得哦，不见得。哎，情何以堪？哎，足简单的呀。哦，领导叫你，甲你喊你袂使去来标，领导叫嘛话呢？当期领导叫我讲国外客啊，我爱领导猪肉给人啊。我即马就甲你动起，你卖啊，我领导叫伊嘛，我只工人免哪办？我以后看人客啊会免哪办？所以这政府哦，就敢那讲。伊若讲，因为有一个叫做，我著讲答辩啦，都是讲牺牲迄农民啦。那饲料伫起价吼，啊，即个无法度。国外的迄个旱灾、欠收，吼、哦，油料起价，啊，船的运费增加，啊，即个无法度，大家吼、哦、共体时间安尼。啊，伊无想讲，某地的产量无够，也无够，是甚物原因？因某地也无够，你知影讲即个养猪户，伊的猪啊都是育成愈歹，疾病多，吼、哦，毋只造成不迄、那个缺乏，啊，缺乏哪怕你即摆介绍介悬甲补，还阁补伊袂过呢？即摆你为着要平你的饲价，你阁对这猪农阁甲饲活死，安尼看安尼有道理无？啊，伊敢有甲问讲养猪户讲，我安尼做好无？巴拉瓜。照讲，你政府你讲要限制，你唔来过另外去做一个同款即款的物件，哪有都没用？咁是安尼，路面上即卖目前上俗的即个，说到这就是巴拉瓜，一桶五百水的，拄啊一罐巴拉瓜的油啊，一罐巴拉瓜550块，你若去用？国色草，用国色草，进口的国色草一罐800，咱台湾生产一罐700，一桶要用2罐，安尼农民的成本会增加一倍以上。搁再来哦，那是讲伊对土壤的影响，所有的石头侪都是巴拉瓜对土壤影响上少。啊、我唔知讲政府到底是为甚物安尼讲对农民予人选择？啊，讲吼，因为是巴拉瓜甲迄个叫做甚物啊，毒性较强，啊，较人会自杀。巴拉瓜会自杀？啊，恁家的菜刀甲迄个水果刀，有人迄自杀过无？有无？人因家的菜刀甲西瓜刀有伫迄自杀无？有迄款的个案无？应该有吧？啊，那安尼来讲，就恁家的菜刀甲迄水果刀拢袂使用，这气候处理嘛，这啊。以上是台东县议会第18届第5次定期会5月16号县政总质询议程，县议员林东满的问政内容摘要报道，由刘瑞文整理。